我是医生，现在来到 TF 版1-5关卡，有小花生留言，这 TF 版1-5关卡百分百丢车。一开始医生是不信的，这么简单怎么可能丢车，直到医生遇到了毒棒僵尸。好神奇，这是超级闪现吧，太变态了，我他妈玩保龄球模式不能心急，等几波僵尸一起出现，这样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。云小花生问医生为什么不做其他游戏，那是因为医生真的菜，让你们看看医生真正的实力。好，嘿，闭着眼睛玩都比医生好。另外感谢牢牢的友情赞助，10417160620，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。